你是胡萝卜吗？你本来胸很大，你不应该穿这种衣服，知道吗？我可喜欢这颜色了。我觉得你因为你的胸不太大，我觉得你就当做穿那个黑色可能微透那种套装，但是我是本来想强调你胸线的，一铅笔裙就可以包起来。这个还不错。对，这样挡着脸，挡着嘴。正面。陆坤设计搭配上黑色的性感，谁说你不是安吉丽娜·雪涛？严雪涛，前国家武术三大队成员，全国女子三大冠军，一个在生活中温柔文静、富有书生气的女孩子，如此事业的姑娘，赛场上却勇猛无畏、敢于向前，温柔与霸气，就是这样完美的体现在她的身上。